我都削干嘛呀？嗯，削一削东西啥的。我这第一天我有点紧张，我没干过这行。你没上过班啊？紧张啥？上过班不会，不会做咖啡呀、啊。啊，但是你七天试岗，你过不了，你就不能。七天试岗。啊，七天后有个考试，你过不了你就陪不了我了。就你现在你这种状态肯定过不了。那我现在干嘛？你快告诉我。帽戴。现在帽呢？嗯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别动。口罩。我以为我脸上有什么东西。没有，这不写了吗？那你怎么不知道给我戴着？进入工作状态步骤都写，你自己戴。嗯。去吧，跟姐学做咖啡去。不好意思，你教我不行吗？你带我呗。你去吧，没事。啊？哪来的？我做的。变出来的。兜里变出来的。这怎么少一口呢？你说了。嗯，我尝尝。买的。买的。嗯、我们是员工的话，不能随便喝吗？不能。那这不赔死了一天？你哭哭就得喝。不让摘口罩，又看说你。嗯。等你入职之后，你就跟我们穿一样衣服了。嗯哼哼。啥？我去上趟厕所，厕所在哪儿啊？那边。你能陪我去吗？他这只能一个人离席。你去吧，口罩给我，帽子给我，慢点啊。